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天寻找我们的过程当中，用手机跟他的正脸自拍，拍完之后还要偷偷的回到楼上。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两个人被发现的话，我们就挑战失败了。我们要集体给他买奶茶。对，但是如果我们成功了，给我们买奶茶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对，他们三个已经藏好了。今天你是这样，有15分钟不可以跑，只可以走。如果你找到两个人以上，你就成功；找不到的话，你要请他们喝奶茶，明白了吗？小秘密们，我现在已经藏好了，我就藏在了门口，特别特别近，所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知道了，开始。我先上，不可以跑。我没跑，我可以。我没跑，不可以。这边没有是吧？我的姐姐。对对对。他们不会藏在垃圾桶里吧？对，你要进行地毯式搜索，观察四周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吓死我了！他在哪儿啊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嗯，没看着他呀。这不是完了吗？这不是完了吗？豆子来，豆子跟我在一起，你得去找他。妈，那个是不是他？不是，不是。但咱俩一起的话，被逮不一起都被逮着。啊，对呀，那你快，我们分开。有吗？没有。啊，好。到这块为止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回来吧。那是树干，我把树干看成了豆子。两分钟我没有任何收获。哎，就这么大，让我如何是好？那个里面有吗？不会有。啊，好。这里面看起来好可怕。他们不会躲到这么明显的地方来吧？藏身在一个小洞中，这边是一个滑梯，然后呢，天天我估计他这是在这个方向了。等一下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在这儿跟他合一张影，然后悄悄地从这边这个楼梯下去。我打算从地下停车场上楼，他一定不会发现。我现在已经到甜甜姐的这个地方了。等一下，在哪儿？看看吧。已经5分钟了。啊，怎么办？他们哪去了？为什么这么难找？
找东西还是挺厉害的，为什么我一个都没找到？什么情况？他们躲到哪儿去了？有提示吗？可能他们在更明显的地方。啊？啊？更明显的地方？我观察了呀。有一个小粉凳子，不是啊也。那边有吗？那边没有。啊！天哪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妈呀，我这是来到什么地方啊？安全的地方，但是我的衣服颜色太显眼了。我心态崩了，我的衣服都没找到，怎么办？他们都藏哪儿呢？都看不着他，他现在在那边。我一直穿梭在树林里。怎么七分钟过得这么快？我平时从来没感觉时间过得像今天一样快。今天给你个提示啊。好。你可以眼观四方。我一直在眼观四方。你眼观八方了，他们有可能会动，万一他们会动呢？动，他们会动，他们怎么会动呢？他们不应该动啊！他们万一要动呢？因为如果动了的话，我就会看到他们了呀。所以说嘛，你要好好观察。求有一点点提示，可能在空旷的地方或许会更好找。啊，你的视野会更加宽阔一些。空旷的地方，这就属于最空。也不会再充当哪个小孩的妈妈吧？哎，这太大了，怎么找啊？我叫他们一声，他们会答应吗？你试试。我怎么听着我的回音了呢？豆子，啊，我的脸在这儿。我的妈呀！看到没？天天现在在这儿了。
我打算跟他来一个合影，这是正脸吧？天天姐姐在这里，天天姐姐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现在我要跟他合影了，看到了，不行，我太激动了，我要藏他，别动，出来，把后面那个跑后面出来，给我出来。你就在这后面躲来躲去，躲来躲去的，啊，气死我了。你刚才是一直在这儿吗？但是我的任务挑战成功了，不好意思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糖糖有什么任务？没有什么任务。糖糖，你被他发现了，你失败了。什么？你们到底？你还有什么隐藏任务吗？帮你一起找。那你开始帮我找，你知道他们藏哪吗？还有谁呀？豆豆和蝈蝈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分着藏，我不知道他们藏在哪。我拍到正脸了，但是很模糊，因为手机像素的原因不是特别清，但是我们已经拍到正脸了。桃桃已经被抓到了，我不能再被他抓到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我回魔力玩具学校，然后等待蝈蝈吧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蝈蝈的身上了。加油，想喝奶茶，天天姐不要找那么快哦。我现在在地下停车场里边了，不是，咱们楼应该往哪走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一进电梯，门一开，是蝈蝈。完成任务了，完成任务了。你这地方也太隐蔽了吧？我就感觉，我是你第一个找到的，还隐蔽吗？你要不在这晃来晃去，我根本找不到你。是因为你那粉红色的衣服实在太亮了。其实按理来说，蝈蝈和豆豆更好找一些，因为豆豆的衣服是蓝色的。我找了十多分钟了，就找到了你自己。还有一分钟啊！时间到了吗？30秒，还有30秒啊！让我找谁去啊？时间到了，天天，我找不到了，我只找到了桃桃姐姐自己。她要不是桃姐姐晃来晃去，我连桃桃都找不到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。